成个大海嘅命运就自成我哋啦，去破解诅咒啦！重新联系喺大海上面所有嘅人民。如果你谂住令大海嘅子民重聚，你就死冇生啊！我开始有啲挂住熔岩怪魔。如果做唔到，祖先又点会召唤我哋嚟啊？唔小心嗨错掣咯，过多2000年你就会明白。迪士尼《魔海奇缘二》12月5日戏院见。